好歌献给你，倾听宝岛声音。好音乐触动的不只是听觉，有些音乐可以是自带画面的，就像记忆中那些台湾青春剧 OST， 每当旋律响起，剧中的名场面便能浮现眼前，一同涌现的还有那些年的我们自己。本期让我们一起回忆追剧的美好时光，盘点那些记忆中的台湾式童话。江同学你好，我是 F 班的袁湘琴，我想你并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对你却很了解哦。其实我们想的这一个结局，以前总以为这是一个笨蛋追到天才的故事，是湘琴拯救了银河系才能和指数在一起，后来慢慢发现其实袁湘琴比江指数更难遇到，勇敢炽热纯粹，或许也可以比 IQ 200更加闪耀。江指数，我喜欢你。所以遇到你才弥足珍贵，让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愿意请袁湘琴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袁湘琴小姐，袁湘琴小姐，袁湘琴小姐，在发什么呆呀？我是六号易天边，请听我的声音，你将会发现有所不同。在对的时候错过叫美好，在错的时间里丢弃叫遗失。前奏一响，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课间，为易天边纯美善良的微笑着迷。后来又被张韶涵清澈独特的嗓音打动，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就有你，我过得生活掉，再多的风景。20年后，当张韶涵再次唱上熟悉的旋律，你是否还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努力打拼呢？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作为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，至今都没有被超越。都能感激，或许在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便利贴女孩，她们平凡善良，好像很不起眼，但是又不可或缺。等不到流星雨，就用雪饼棒代替。最富有的宣言，一起唱完。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，惊喜的语言。全心意的乐观向上，就像是一颗糖，融化成我们心里的一片甜。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这首歌为什么是三遍想见你？因为愿望可以许三个，全部都是想见你。黄雨萱，我喜欢你。我们好像才刚认识没有多久吧。我喜欢你跟我们认识多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早在你认识我之前我就已经深深喜欢上了。印象最深的画面是李子维回头满脸笑意的少年面庞，和黄雨萱在雨中奔跑的身影。距离你的笑顿凉雨，让人深夜苏醒。王先生跟我提到要调职到上海，他想陪你一起去，可是你却不愿意。因为我知道这辈子我和以后的故事就是老人看不上。在每个时空里，黄雨萱和李子维的相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。王先生，我只想
梦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。就像莫比乌斯环，无论绕多久，我们终究会再相遇。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，我们见面才会有意义。宝岛爱情故事就像是上天的安排，永远那么美好。哪些台湾影视剧歌单里有属于你的情色回忆？好歌有约，我们下期继续倾听。